今天早上8:42的时候接获到报案，说是在松山火车站的南侧啊，有浓烟冒出，那我们会派遣各自的车辆来到达现场抢救。那到了现场发现了，在火车站的这个松山火车站的二楼啊，有火舌啊，跟浓烟的冒出，我们立刻啊疏散了这个车站底下的一些人员跟路线抢救。那火势啊在10分钟啊就把它给扑灭。那经现场了解的结果啊，初步研判了是在三楼的这个艺文中心啊，在做焊接的施工的时候啊，火花掉落到二楼卖场的一个仓库啊，燃烧到仓库的一些杂物，大概面积有6平方公尺。那我们应该有人员受伤？现场没有人员伤亡。当时商场是还没有营业。对，商场当时啊是没有营业。那三楼的部分呢、艺文的中心的部分呢、是有在做施工。所以楼下乘车的旅客也没有受影响。所以第一时间里面呢、跟车站来做配合、做疏散跟广播啊，有旅客啊跟现场的人员做疏散的一些动作。那火势啊在10分钟啊就扑灭。所以现